阿儀薛景儀最近因为同黃蓉玩得好埋，而同经理人林寶玉嘅关系破裂，最后寶玉仲决定离巢添啊。至于阿儀就被公司无限期暂停工作。呢日林寶玉喺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，就详细咁透露同阿儀反面嘅原因啦，话关系转变系由阿儀缺席工作，双方发生争执四五次开始。而有传阿儀喺雪藏期间，因为冇得翻公司见高层心上人，而搞到失恋，迁怒于佢。林寶玉就话：佢话单恋应该唔算失恋嘅，但系如果真系嘅话，就同阿儀讲声对唔住啦。至于有传阿儀俾公司终止合约，林寶玉就冇否认，仲话当见到阿儀喺网上面爆粗闹佢嘅时候，佢觉得好惊讶，俾阿儀嘅粉丝闹佢亦都觉得好难受，心情受到影响而暴瘦咗十磅啊。而讲到就快离职，林寶玉就话最想继续做经理人，话自己真系好中意呢个工作。另外佢亦都透露有电影同埋制作公司嘅工作仲倾紧。